你们好。现在我们辽宁男篮可以说是太火了，我这个人什么火我就做什么生意。这个时候我开了一个篮球培训班，主要是想把朋友们培养成为一个世界顶级的、我就说天生跟篮球有缘吗？必须的，出门都能捡，都能捡的时候。我说你这是你。没想到对我简直太忠实了，我开什么班想学什么班啊。我是想学篮球，但是你开班啊，这是我开的班啊。你走吧哥，他能教啥呀？我能教啥？我跟你说啊，我教的绝对是世界顶尖的师资力量，我们的设备可以说是最全面。你就说这班谁教吧？对，这班我有助教，不是我教。助教有助教。不是那个，你助教是谁？你告诉我呀。助教可老硬了啊！我二舅啊。拉倒，别走啊！我喊我二舅去。二舅呢？我跟你说，二舅，他二舅都是俩舅呢。好姐儿，你扮的确实木头。木头。他舅。木头。大家好，我是杨明。杨明，别拽我，矜持一点，稳当点啊！隆重介绍一下，这位就是我二舅，辽宁男篮队长杨明。啊、这是我外甥桂兰，桂兰老师啊，这个杨明老师教的话，我们就一定报班了。学、这个、想学呀？对呀、啊，想学还不一定教你呢。不是为啥呀？就这身材，二舅他能学篮球吗？这事儿听你的，听我的。这么办吧，啊，先看看你的反应能力。怎么看？二舅拿球，啊，篮球竞技运动，首先先考验一下你的反应，能从我二舅的手中把这个球抢过来，我们这班就收你。抢个球就可以。哥呀，那我不是等会儿桂兰老师，我再问一遍，是不是从你二舅手里把球抢过来就行？只要抢过去就可以。呛我不行吧、那个、先试试试试试 试也够呛啊这个。嗯，你这么闹的吗？我这还蹦，哥我抢不着。你咋这么笨呢？这不有招吗？你看什么招？你他不举他吗？哎呀，这不就拿过来了吗？怎么拿着了？不算。怎么的？都上格局的了，你说这什么招啊？这是，二舅别给他，我跟你讲，体育运动不带格局的，懂不？再说了，你这亲属帮忙算啥呀？你这不是等着那我也有招，上，能行吗？行，那我试。再来，哎，不行，再来啊，再来，还再比划，嗯。二舅好，你好。郭教练来了，哎，你妈呀！你天哪！大意了，大意了！哎，太大意了！拿到这儿了，还郭教练来了，这什么招？你这，那不郭教练搁那儿呢吗？不是，宝贝儿，再来点。我们拿刚才球，我们拿到了。嗯，现在球我们拿到了。啊，不是咋整的呀？太狡猾了，就是不像话。还有啥？还有办法？你看见没？不行，去行，我行。二舅好，郭教练来，我就说这招不能用吧。我也没招，这整的玩意儿。呀，二舅你鞋带开了。呀，还真是，帮我拿一下。啊，哎，不是，我跟你说，你这鞋带啊，你得系好了，要不然上场比赛该摔了。是，对不？谢谢。啊，谢谢。球呢？还他了？刚才不砸着了吗？对呀、啊，你怎么能还呢？二舅，这就叫险中求胜啊！我跟你说，这么办啊？篮球运动，咱们得运动起来。现在桂兰老师首先要要求你，回是进攻，回是防守，现场选那么一样，进攻防守那个。
我估计咱抢的够呛了，那对兄弟，咱选防守吧，体格上还能有点优势。我们选防守，防守，二舅进攻，我对您有信心。上，房子。哎，漂亮！哎呦，我还不是哥呀，带劲的，没防住，我这咱得用气，这是什么意思？行吗？行，再来一轮，还要再来一轮，再来一轮。那就加油啊！哎哎，漂亮！人家又进了，又进了，不是呀，哥呀，这事儿不行啊！我想想，我发现他投球有个重要因素，什么？就是他得站着，想法给他撂倒。嘀咕什么呢？能行吗？行，不行啊！追赢，赢啊！加油，闭上。那个桂莲老师还有一轮没来呢啊！再给一次机会，最后一轮啊！最后一次机会了啊！对，来，来，注意啊！我的。哎，好，你往哪咕噜呢？他不是，哎，你这么咕噜的吗？你瞅准了，人都可上篮扣了。不是，那咋整？不是，不是，老师，我们实在是对抗不了，但是我们学不了了。想学球的决心有，学费无所谓，两倍，还两倍，三倍，五倍，五倍。二舅，五倍钱。这个，但是五倍可以有个小小的请求。什么请求？那个，我兄弟特别喜欢你二舅。对，能不能让你二舅给我兄弟签个名啊？对对对对。二舅，这过分不？给他签名。给人签一个吧。哎呦，签名太好了！哎、签个名吧，这个。来呀，来谢杨明，太好了，这杨明好。哎呀，太难得了呀！哎，啊，怎么的？哎呀，喂，哎，啊，不是啊。哥，咱们没事，好，哥还有，不是，一比好哥，不是，快点，哥，兄弟，来，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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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热情，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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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手咋那么快啊？这哎呀，二舅啊，二舅，我这边还有个班，那什么，不，跟我一块儿，那边还得是支教啊。桂兰老师啊，怎么的？求你了，你看我兄弟都快哭死了。那个他二舅，你能不能这个无论如何给我兄弟签了？我这边着急签，谢谢他二舅啊，谢谢，好好签，这个千万别冷了，这个，哎对。他二舅，不是，我们要姚明先。